丁香呢是荷兰的国花啊，在欧洲啊，荷兰的国花，但是丁香原来不是荷兰的，台中国，中国有产郁金香，后来呢，这个郁金香就流传到荷兰，到了荷兰之后啊，哎，荷兰人看到这个郁金香哦，好像中邪一样，爱得要命呢，爱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有一点像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，我们台湾大家都在封那个十姐妹啊，知道吧？哦，拼命养十姊妹。那养十姊妹啊，哇，一只本来是几十块，变几百块这样子。那个十姊妹生意好，价钱很高啊。然后就每天啊，就是把那个蛋里面的蛋黄啊，蛋黄把它磨碎啊，跟饲料给这个鸟吃。每一只鸟啊，吃的肥肥的，这个羽毛很亮丽的，很漂亮的哈、哦。啊，这个大家都在疯啊。每一户人家哦都在养狮子妹，过了几年，狮子妹败了，败气了，没人买了，那没人买了怎么办？就有些人就破产了，因为很贪心嘛，我、哦、一养就养了几千只啊，价钱不好了，不好怎么办呢？就把这个狮子妹啊，用那个鸟笼啊装起来啊、哦，拿到那个街上去，拿空气枪。你们打死几只就拿几只来烤鸟吧，哎，来吃，那人是很残忍哦，非常不好啊。那后来荷兰呢，后来就摆齐了，摆齐之后，这个郁金香还是很吸引力，所以呢，现在就后来他们全国就把它定这个郁金香为国花。那郁金香呢？它有多大呢？它的高啊，大概只有最高了五六十公分了，不很高呢，矮矮的。但是呢，那荷兰人在种郁金香，说正整片的呢，嚯、哦，那一望无际都是郁金香。然后因为郁金香花色很多，同一种花色给它在一起。所以整片就是黄色的、红色的、啊、翠绿色的，什么都有啊，它看起来很好看。所以每到郁金香开花的季节哦，哇，这个欧洲各国的人都跑到荷兰去看他们的啊郁金香花啊。那郁金香花呢，有时候有些郁金香的品种啊很低，只有十几公分。有些大概五六十公分啊，高高低低不一定。那这个目前全世界啊有2000种郁金香啊，有2000种，很多了。那比较被人欣赏的啊，就是说它长得确实比较像样的，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啊，有150种。有150种。那我们要画郁金香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想到一点，我要画最美丽的那一种。你说找那个最丑的来画，没有意思。我们画画就是要画美，对不对？找最美的来画。那要找最美的来画呢，我们就去挑这150种里面来挑，它的花型啊，它的叶子啦、啊，哎，各方面看起来很美。我们就换了一个，那个，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啊。那你要画郁金香从哪里开始呢？哎，你先找网络上来找你喜欢的那个郁金香。啊，你到网络去找，你看到你喜欢的那个花，你把它 描下来作为图库啊啊，比如说你会看到一种郁金香，这个这一种形状啊，你先要描出来啊，这种形状。
是你喜欢的。好，那也有呢。这种形状这种形状都没有看到额片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就是它的额片。那个郁金香的额片有三片，花瓣有三片，这总共是六片。跟百合一样、跟百合一样。它成熟的时候，外面的三片额片也变色，跟花瓣的颜色一样，所以你看到的是六片啊。不会说一个梗子出来两朵，没有，一个梗子出来就是一朵，一个梗子一朵啊，是这样子，很单纯。那荷兰这个国家很小，但是有些地方是很了不起。那个我在杜老师那边跟一位姓蔡的女同学，我们是同学。她嫁给荷兰人，那个荷兰人呢，是荷兰的公司的台湾的驻在代表。他是在卖什么给台湾呢？卖那个台积电的那个做那个晶圆的那个机器，很厉害。只有他们而已，就他们一家。如果那一家公司没有把这个机器卖给台湾，只要三年，台湾的晶片就垮掉了。所以韩国要把它说哈，不让它卖给台积电了。但是台湾还是台积电还是买最多的，啊，所以他在台湾，哦，一下子在那个林口买房子，啊，一下子在新竹买房子，现在住在新竹，科学园区在那边买，对不对？这个那个蔡同学他有生了两个欢金啊，一男一女，那真的是很漂亮，真的是这个杂种特别漂亮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讲这个叶子啊。等一下，我先请教你一个问题啊，它这个花种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出来叶子是不是都一样？不一样，叶子也都不一样。不但不一样，每一片叶子都不一定一样。都不一样的。好，那这个郁金香的叶子呢，它有分两段，靠近地上的，这个是地，靠近地上的这里有两片到三片，比如说。这个是第一片，如果这样长出来，那第二片呢？第一片就包着第二片，第一片包着第二片，第一片包着第二片，或者三片。或者三片，
它是二到三片，靠近地的地方，靠近地的地方，你画叶子的时候随便怎么扭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它不是很平顺的这样张开、啊、然后靠近花梗的地方的中间的地方也有一片到两片，一片到两片啊，好，第一片有时候只有一片哦。过来之后，这里有一个结，过来之后有时候包下来，那一片到两片，这两片比较窄，比较窄，下面那个两三片比较宽，啊，也不是很顺，就密密绿绿绿的哈、哦，这样子。它总共如果是三片加两片，总共最多五片。这个是郁金香的叶子，啊，所以很好画，啊，很好画、嗯。那我们现在来画啊，这的、嗯，啊。啊，你先规划，如果我这里画一朵，啊，这里给它画一朵，啊，这里给它画一朵，啊，这里给它画一朵，这里一朵，这里一朵，有一个曲线，哎，这样也很好看，啊，好、啊，来，我来画这一朵，啊，那个，啊，哦对，花跟梗的长短，哎。五分之一花，五分之四梗。那能有没有那个三分之一的？有啊，也有啊哈。但是呢，你越矮的话，花瓣的长度的比例会越大啊，越高一点的话就梗高嘛，所以花感觉好像比较窄。那我们说比较漂亮的是一比五，一比五是怎么？哎，对，五分之一啦，五分之一。如果这个是个梗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啊，五分之一，把梗子下来。你可以画一片，也可以画两片啊。然后这个，啊，这样可以。这边是四，这边是一，或者这边三，这边一都可以。不要太短，太短你看起来不好看啊。好，来我这里哈。这样一朵，再来呢，我就改颜色哈、啊。我们有买过三一五的啊，我就用三一五的，这里还有的还留有这些颜色。好，再来看看啊，这一朵好了哈，这一朵。
这边有一边。先画花，先画花啊！这个第二种，再来画黄色的。三个哈，好，再来画个浅绿色的，这颜色你们自己可以变哈，因为它太多种了，不过比较多了哈。一二三四，再来一朵两朵，当然要花多少就随便啊。淡咖啡色好了哈。啊，这一朵好了哈。二三四五种颜色啦，啊，那么这样子过来，这样再绕一下，变成个 S 型。刚刚发一个黄色的，那我再加一朵黄色的。简单的哈。好，再画一个打开的，打开的，黄的黄的，还红的呀，没有一朵，加一朵红的啊。
这里都打开了。它还有一些，还有那个绿色的，因为它还没有打开，只是花苞而已哈。这个是绿色的，好，我们要画叶子，叶子都是绿色的。那我现在呢，用淡绿色先给它画花梗，一、一、二、三，一共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嘛，一、二、三，这个靠比较靠地的。你可以稍微短一点点，一二三四，等于整个都是四啊。到这里，大概到这个地方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画叶子了。那我们画叶子的时候调绿色，绿色的笔尖呢要先沾一点蓝色，然后再沾一点墨，这个是原则哈。所以你要准备一点墨在旁边，然后我绿色的调好了，调好了，我这里还有蓝色的，我蓝色的就调一调笔尖哈，然后沾一点墨，沾一点墨，好。那这种品种的呢，它这个靠近花的地方的两片叶子呢，一到两片，所以你画一片也可以。不一定要两片啊，我们现在就给它画一片，好，来从这里啊，这个是一片。然后下面两片，片啊，
这样一片啊，这个一个郁金香。那你如果要画漂亮一点，可以画再画大一点，啊，就随便你了哈。啊，再来第二个。郁金香算是好画的啊，很容易画，叶子也很少。你看啊，这一根，这边过来插过来，那这一边，这一边过来呢，你就插到那一朵，一朵，两朵，三朵。你叫叶子都画出来就热闹了哈，你只有花很单调。好，再来，再来是这个，啊，这个绿色的。所以我们水墨画，你把心情放开，啊，不要太规矩，你们都太规矩啊，不要规矩，要调皮。哎，从独创变成奇怪，会吗？黄色怎么样？上面的那个，下面两个是哎，那个这个怎么样？它不是还要那一个叶子吗？它什么黄色的，是不是还要一朵？啊，对，还有一朵了，还有一片叶子。那这个叶子在这里，啊，这里的时候你就只好就这里哈。这样交代一下。好，那这里呢？一片，再来。
这里 这一朵是这样过来，那这个就不是很多，这样过来啊，绿色上面是在绿色的上面，哦对，还有一个哈，还有一朵这样就给它这样过来啊。好，那这个从那边转，很有意思哈，你们可以自己这样拉。这一个这个像最近我发现同学们这个构图能力很强啊，所以这些叶子啊，构图啊，难不倒大家了啊！老师教的，真的是，啊，真的是构图能力很强，真的是老师教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说，你看整个有一个 S 型的那种感觉，你就不很呆板。如果你构图的时候，这个是直直的，别看啊，所以要 S 型。好，那你们看看这里啊，这样过来，然后这样过来，这样过去，然后要往那边去，这边那片叶子呢可以小一点，
这边过来的叶子可以大一点，大一点干什么用？哎呀，啊，还有茶嘞。现在哈，如果哈我们构图的时候 ，S 过来要弯过去了，你这个很大片，这边太重，对不对？这个太重，你不需要这一边给它大片，让它的重量往这边去偏。啊，这个呢就这样过来，啊，然后这个这里的叶子也小一点，这边大一点，啊，这样就是你要注意它的重量的摆动啊。两片一片有了，现在就看那一边了。好，那这边过来，这边过来，有那种像那边的感觉，所以我这边就用大片往这边，往右边。啊，画好之后要画叶脉，叶脉画一条就好了。
第三片。有时候你画到这一会乱掉，到底哪一片是怎样？好，现在花大概好了，然后就是画土，画土，把土啊点一点哈。那我这里土是点的多一点的，你们可以不用那么多，最水分多一点。啊，把这个，笔上面不是有绿色吗？你加上土咖啡色，啊水分多一点，那你点下去它会晕，这个效果会比较好。好，现在呢，咖啡色，已经调好了，就笔尖去调一点墨，啊，然后呢，就大概就这样的。先把根部哈，基部把它点一下。基部点一下，这样就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个称为叫做体。在里面，然后这样呢，旁边可能有一些草，那我们就沾一点绿色，好，来给它
刷一下。那先不用背面了。哎，不用。不用。闪一闪就好了。尽量的水平啊，有时候同学们水平有点困难，你就尽量的啊。老师，那水平要哪一种牌比较好？什么东西？你刚刚说水平呢？水平要哪一种牌子比较好？画的时候要尽量水平呐、啊。大家都没声音。男人也会讲话，像我袂使认真，那也太笨拙啊。这样算是就算是画好了、啊、那你们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呢？画大一点比较艳啊，这样啊，叶子随便你去扭啊，不要太规矩、啊、那这样就是一张画了啊。